这是何物？休想在本官眼皮子底下作弊！公孙公子，先说出哪份点心是你家娘子所做。这又何难？这份，这其中定有蹊跷。 面面吵吵闹闹，你们两可真是绝配，定要好好珍惜对方，千万别合理，免得祸害他人。是是是是。大哥，总算是不负所托，对吧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我做什么在你眼里都是错的？没有。既然我这么爱你眼。 那以后就不要搭理我，滚！哎，六莲，诸位，都听好了啊！今日城门已关，所有入境者均可在客栈自行留宿。明日早起吧。哎，你不必担心，今夜我睡地板，你睡床。 我的脉搏是否有异常啊？怎么，害怕发现自己心跳加速、手心出汗，是因为我呀？我说过，绝不会让意外再次出现。承认吧，叶修毒，你就是对我动心了。配合我。 原来他只是逢场作戏，好，那我就假戏真做。你们俩在干嘛呢？就是你看到的那样喽。 你怎么和他一起来了？我要再不来，你都被人勾走了。师傅，你来惊雷国居然不带着我，还和这个女人。李大哥，你怎么跟这个小丫头一起来了？你说谁小丫头呢？啊，我们听说惊雷国因为仗义闭了关口。
所以就去找上官世子讨要了文书，匆忙赶来。本想助你们一臂之力，却没想你们已经找到了通关的方法。既然都来了，明日一起行动吧，尽快去药店采购火棘花，赶回天宇国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惊雷国境内的火棘花，已经全都被人买光了。这多半又是修罗门的手笔。 风铃谷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起这么早？风铃谷危机四伏，我当然要早起练功了。我看你眼眶发黑，一定是一夜没有睡吧？你还是早点休息吧。我看，你还是先找个镜子照照自己吧。 有屁快放！